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所谓狗眼一闭新年福气，狗眼一开老师我又来。大家好，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因为最近一个月我在忙着各种各样的考试。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GCTV 第四期福利篇之 AFL 十佳球。有的同学可能不了解 AFL， 没关系，这并不妨碍我们大家一起娱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第十球来看克利夫兰布朗队的雷吉霍奇斯拿球之后，他突然发现眼前一马平川，平的就像某些女演员的胸部一样坦荡。此时不赢更待何时啊？不是，此时不跑更待何时？于是他迈开壮硕的身躯，甩着自己坚硬的臀部，像一个卡车司机一样狂奔。圣徒队几名城管围追堵截，终于拦上，可惜为时已晚。我操，霍奇斯这球足足跑了他妈70码。第九球，亚特兰大猎鹰队的科瑞比尔曼一个鲤鱼打挺飞身截球后，然后一个前滚翻就地转了一个圈圈，然后他发现自己还有机会继续往前跑，完成一个 touchdown。 后面的防守队员拼命的拉着他的裤子，但是依然抵挡不住啊，肌肉们纷纷前来操弄他。我操，这是一个恶虎扑食般经典的接球。第八，海盗队的勒加雷特布朗特一个361度多一度热爱的转体加一个大跳，初次的完成了手工。他对身后的防守队员说，可是我今年好了，我还会小跑了，我还会垫步了，我还会大跳了。哎，大跳，这是一个聪明的鱼，胜利的鱼。他不是一个人，因为在这一刻刘翔、史东鹏、罗伯茨灵魂附体。第七球，这哥们儿是我偶像，没错，就是目前效力于田纳西泰坦队的 AFL 光速跑锋克里斯约翰逊。他跑40码只需要4秒多。只见他拿球后带球杀入敌人，一个鲤鱼垫步跨过防守队员，此时前有追兵后有堵截，在基友们全力配合下，他最终完成了这次达阵。对着观众席说，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这一跳很有小沈阳的风范啊。来看第六球，这是绿湾包装工队的唐纳德接一个千里送鹅毛般的传球，甩开一个防守队员。我操，又甩开一个防守队员。此名城管趁势围追堵截，大喊拿命来。唐纳德开足马力闷头一撞，笑道，橄榄球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他的队友们也没有放过他，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蹂躏。丢球，这是田纳西泰坦队还有一码就可以得分了，结果人群之中钻出来一个大光头啊，不是大光头，他留着一头销魂的方便面头发。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明星艾菲韦特洛伊波拉马鲁，他在乱军之中突然杀出来一个老汉推车，将对方戴若木吉的四分卫直接怀中抱妹杀了。第四，包装工队开球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康罗利拿到，然后他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像一只发狂了开了加速卷轴的旱地神牛。包装工队发挥元某人、山顶洞人、大胃口人捕猎的作战方式，老牛哪里跑？老牛回答道，我才是大丈夫。第三，美洲虎队本来已经放弃了进攻，无心插柳的长传，结果奇迹出现了。我操，这是一个奇迹！只见休斯顿德州人队的防守球员截球失误，无意中把球打给了对方，弹在某人发达的胸肌上，被杰克逊维尔捡到，轻松打阵。休斯顿无论是 AFL 还是 NBA， 他们的悲剧都他妈够百亿茶几了。第二，这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新秀 Tony Murray 单手接住传球打阵。我操，如此牛逼的接球，我非常诚挚的邀请他来中国发展，那样恐怕中国的圆通、神通公司都该考虑转行了吧。来看十佳球第一位，费城老鹰队的德森约翰逊拿球之后观察一下，发现前面山路十八弯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结果他发挥霸王硬上弓外带阿 Q 的精神，竟然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回头对着众人说，来，老子教你们回字的四种写法。纽约巨人教练气得摔东西骂道，你还欠19个铜钱呢，我操。好了，以上都是开个玩笑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里是 GCTV 为您带来的第四期福利篇之 AFL 十佳球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